广东话跟台话差很多咯，差很多咯。对，我想请问师傅一个问题，那个无明是怎么产生？无明没有产生，忘本无因，若有所因何名为忘？无明就是莫名其妙的执着，无明就是莫名其妙的疯狂，无明就是莫名其妙的骄傲，无明就是莫名其妙的贪，贪的也没有什么理由，不知道我有一天我们会死，无明没有任何的理由，就是突然跑出来，无明像一阵风，来无影去无踪。你听得懂吗？你会背吗？无明像一阵风，来无影去无踪。那知道吗？